现在是12:29，我现在在通州这边，给我强制休息了。今天跑了多少钱呀？这没显示呀。2月15，379，就是上半夜跑的，12点以前，379块钱。现在在通州，就通州杨庄。这附近，给我老公打个电话，看看现在回不回去。喂，啊，还送着没？送着呢。啊，咋样啊，这个跑嘞？还行吧。那还可以啊，跑多少嘞？没看。跑多少？没看。啊，行，那啥时候回去？你说，我现在给通州嘞，叫我强制休息20分钟。我休息完了之后，我设置顺路挺难，就回去了。行，好。那你还看着，你看着时间吧，看着回去吧。好。听他那个意思，他今天跑的也不错。我在379，再跑20多块钱，正好我从通州顺路回家，接个21块钱就行，凑够400。就完美。从通州接了一单到大望路的，不跑了，现在直接上四环回家了，不跑了。待会儿回家看看我老公跑多少钱哈。我现在已经到家了，刚才给他打电话，他手里还有3单，我估计还得一会儿。我先回去了，渴死了，快。1:37了。把这杯水喝了，然后再把碗刷了去。鞋带子开了，鞋带子都跑开了。你跑多少钱？太猛了。啊？你跑多少钱？你跑多少钱？不到400块钱。那我赢了。我跑400，400多一点点。但是我比你挣得多。嗯，我应该有可能有6-7十的油钱吧。你跑多少？370。370呀，那不错呀。那比我厉害。你厉害吧？比我厉害。哎呀，累死了。271。嗯，271。加98，271，算370。嗯，三百。370块钱。咦，那不少呢。嗯。我跑400，400零点，401我跑。90以上。6个半小时啊！我是跑5个小时，7:30出去的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，我1:30回来的，5个小时。你比我多跑1个小时，现在都2点了。哎，多跑半个小时比我。多跑半小时。嗯。还可以哈。那可以啊。嗯。感觉是白天。整天都还白天。比白天白天。嗯。反正我刚开始跑滴滴，跑夜班也是，哎，感觉挺带劲的，也不堵车，还没有人路上。其实就是有时候就。这种感觉也挺好的，就像他平时都是跑白班，然后偶尔哎跑一次夜班，感觉有一种新鲜感，然后跑着也挺精神的，是吧？就是挺好的，来回倒腾倒腾，这样换着跑跑。你要给我打电话，我都不想回来。嗯，那你聊这天喝了，你去跑去。没电了。行吧，你喝吧，我陪你喝了，我渴着了，睡觉去了。对吧？今天我们的收获还可以，今天。就分享到这儿了，睡觉去了啊，2点了，拜拜。